阿姐，让他做最辛苦的时阵吼，只要功课就听来，你替人暖暖的啦。这。好啦，行啦。好啦。姐，定的啊，你伫遐创啥？这个电视敢袂歹看哦。阿姐，你今日就要过这店的啊？对啦，我即马过来去啊。阿姐，你莫去啦，你若去，我一个人，我真无聊，你加陪我一暝啦。我阿姐，你知影无？我真正就爱你陪我啦，好啦，你陪我加讲一暝啦。阿姐啊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啦，即马时间无早呢，我过来去啊，你莫连着转来啊。我爱来去啦，你放心，你妈回来伊就会陪你吼，你放心哈，我先来去啦。阿舅，阿舅，离开家门之后，大信的心脏还扑通扑通的跳着。自从和如意结婚之后，他就一直将明美当作是个小女孩一样看待。可是刚刚经有一些身体上的碰触。突然大信惊觉到明美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，只是明美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这让大信觉得有些尴尬。犹豫了一阵子，大信决定把这个感觉告诉如意，请如意提醒一下明美注意一些生活中的细节。啥？真正有这事哦？是啊，你还甲讲一个啦，伫厝的吼穿起落蛮好看。好啦，大信，你真正是一个老实人呢，我会找机会哦，再来好好跟阿美。好啦，也够啦，辛苦死哦，莫讲为一条围巾那就撞出来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今下就好啦，较早睏嘞吼。好啦。虽然不知道明美在想些什么，不过在如意的劝告之后，明美果然收敛了许多。一些让大信感到难为情的情况也就不再发生。只是明美真的会就此放弃吗？接下来她又会做出什么举动呢？对啦，明仔载吼，我就要去北港进香拜拜，大概近两天，后日才会回来。啊，这厝会帮恁两个，敢会用的？
阿姐哪忽然间想要去北港呢？阿豆阿笑个啦，阿硬要叫我陪去啊！我想着去拜拜嘛是好啊，所以我就答应伊啊。妈，你要去两天哦，放心啦，无问题啦，我袂欺负阿姐个啦，我会甲阿姐吼好好培养感情啦。阿姐，你讲对无？对啦对啦，如意啊，啊你既然答应啦，你就去啦。想到去佚佗佗的，搁再讲拜拜嘛是好代志啊，出代志你免烦恼啦。啊那呢哦，我就放心嘛啦。啊对啦，啊迄衫吼，你就放下，等我回来再洗。好。但是，啊迄店的代志吼，你就较辛苦的哦。听到母亲说要去北港。美美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如意拿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家了。那天晚上，大信睡到半夜，口渴起床想喝水，却发现美美一个人在客厅发呆。你哪能讲我这种想法啦？因为我真正就介意你啊！自从顶届我险要去用欺负你来救我以后。我就开始喜欢你了呢，阿姐，我爱你爱我，像爱妈妈同款。不会用的啦，阿美啊，你千万不要安尼想啦。虽然无血缘的关系，也不过我是你的后生呀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吧。阿姐，阿美啊，你听我讲，阿姐唔知影讲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，也不过阿姐要心中把你敬佩，你千万不要安尼想，这种想法是唔对的。我听话吧，阿静厉害，你应该分得清楚，咱若无将来会害你死人，你知？可再休困啊，阿静不要困。回到家之后，明美就将药丸先磨成粉末，然后等待时机。到了吃晚餐时，机会终于来了。我等下再说。好好，你做你去洗身躯。好。阿美啊，这查某囡仔吼，讲起来嘛算真乖啦。突然间软弱起来，不用，我是来冲一下冷水的。阿姐，人头拄洗身躯的时阵吼，脚骨骨就疼，你替人暖暖的啦。这。
啊！哪呢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哪安尼啦？我哪安尼啦？哪安尼啦？我哪安尼？阿姐，莫这么紧张啊！大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这么紧张嘛无效啊。我来做这个代志出来了。阿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。我来做这种禽兽不如的代志，我是要对得起恁妈嘞。阿姐，你莫安尼啦，到这也无啥。啊？你讲这无啥？无啊。你敢无感觉讲咱做这款代志足严重诶？咱做这尔严重诶代志，你拢无要紧？这哪有啥好要紧诶？咱也毋是真正有血缘诶关系，我嘛毋是你诶亲生查某囝啊。而且我早都甲你讲过，我真正是真爱你啊。哎呀，我来做这种代志啦。阿姐，你莫只怪你家己啦，一切拢是我自愿诶啊。而且，代志只要你莫讲，我莫讲，妈伊也无一定会知啊。也毋过，放心啦，我袂甲妈讲的。你诚实袂讲？当然啦，不过你爱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答应我，我继续爱你，好不？这。好，你唔答应吼？好啊。那呢，我就等妈妈回来，甲妈妈讲你对我做的代志。啊，无喏，阿美啊，你千万唔通甲主意讲，啊那无，我无面头见人。那呢，你是答应我咯？我，好啦，我答应。